不是，这回我还说你们先去藏好，先老搞笑。喂，咋回事嘞？哎，立起耳朵了之后，我的听力还这么不好啊？我看立起耳朵之后听力还这么差的。小蛋白，小蛋白，不要怕，不要闹。你们的耳朵立起来的周围，准备力了，你是准备力的那个。怎么听力还这么差？又没有盖住耳朵啦。哦，对，先冷静，先冷静。对对对。啊，是冷静，小兔子呀，对吗？嗯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噗，打你大屁股，就打你大屁股。好好好，真的好像个小兔子。好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小哥，给这个你吃。这个，来来来，小鸡脖，这里这里这里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吃的，小狗狗的最爱。我看看，真的是小扎白，嘴巴大大方方，就叫你大方，怎么样？你也觉得可以啊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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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吃吧，吃吧。好，平时都是我们喂你吃，你们吃嘞，你以为白白长这么大？来吃吧，这是新的零食，鸡脖，鸡脖，大方吃鸡脖啦，大方，大方，不吃。好，果然有骨气，跟你爸爸一样都不爱吃东西的，可以，一只暖手宝可以不？